台中金城商圈是一个非常悠闲特别的区域，过去这里的独栋建筑物代表了一种身份象征，现在回头看看老房子也能感受到当时独特的建筑风味。六月在台中金城七街开幕的 Mezamashi Coffee Trio 充满了日式极简风格，店名 Mezamashi 的意思代表了睡醒眼睛睁开， Coffee 则是日文的咖啡，店主说 Trio 是三重奏，可以是设计、咖啡和音乐，同时也能代表了 Mezamashi Coffee Trio 的建筑特色，也就是水泥、原木和铁件。每个人喜欢咖啡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其实我是从喝厚重开始，可是慢慢越喝越浅焙，然后浅焙的特色就是比较轻，就是保留咖啡豆的原始风味，所以一些果酸那种果香都会比较清楚，但是它喝起来的感觉没有重焙来的厚重，反而是很轻，比较像果汁。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工作场所，我每天都要来，每天都要看，那至少不要让我看久了会烦会腻那种。我希望是我可以比较放松沉浸，而且空间设计都是自己来，那本身日本的风格我比较有把握一点。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自己卖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，所以其实我都是第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我来卖，那客人不一定会喜欢，但是一定会有人跟你一样喜欢这些，那我抓的就是这种客人。